现在是刚刚做完，这个叫什么按摩？哪一种按摩？啊？你就推拿？推拿不是有分那个健全是做？他这种是指压的。指压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是做指压是吧？151、84跟96。嗯。我们再量那边。降下来了哈。嗯。降了34哎。啊？降了34哎。我看一下这边量了多少。是不是降了34？今天左右差不多哎。啊，对啊，不然呢？不是吗？昨天的6:30的时候，昨天右边是169，左边是191呀。请他们左右都量，他们只给我量一边。通常是量一边而已啊。那是因为有些人说要量健侧，有些人量那个16175945。16175945。这个跟刚刚比起来呢？没有差很多啊，都差十几耶，差不多。哦，那也是降下来了。嗯、哦，那现在是右边比较高。在左边，右边比较高一点点，高十。不是，左边比较高，右边比较低，这就跟那个不一样了。因为我们在医院的时候，他说右边比较高，左边比较低，所以要我们量右边这样。哦，你看，那个高低血压刚好这个差刚好颠倒起来，交叉死哎。哦，对哦，对啊、奇怪哦，哈、哦。